尖沙咀破天荒第一次喺度同市民接觸。我哋好擔心落雨，而家黑門喺頭頂，但係一啲雨都冇落嘅。今晚演出成功順利。晚安，我哋係廣華醫院嘅 Band One 樂隊。今晚嚟到呢度，並唔係幫人義診，而係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，係一個真實嘅故事。呢個故事曾經是我哋廣華醫院百週年音樂劇《百載一心》裏面嘅劇情。故事就響1911年開始，主角唔係醫生或者護士，而係一間醫院。呢間醫院服務咗好多廣東嘅華人，照顧咗好多基層嘅市民，同埋一批漂泊喺水上嘅漁民。呢間醫院嘅建築物，虽然已经成为一座受保护的文物，但是他的精神就一直延续到今了。神龙座下万丈身辉，广世万众体结中世，一霸一霸再一霸，流芳百世。在1911年以前，九龙和新界是没有医院的，要入院吗？就要搭船过海了。于是政府就邀请了何启医生去主持一个倡建的委员会，而委员会建议在当时的麻地，即是现在油麻地这个地方建一间医院。就是这样，九龙区的第一间医院就在1911年10月9日正式成立。这一间咪就是我们的广华医院咯。这一边起变化，那一边知道吗？你那处多么远，长路也兜兜转，不敢讲功与过，是真心想冲破。一水分隔 Shoo-bee-do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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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oo-bee-doo-doo。 而廣華醫院之後就交由東華醫院負責管理和營運，他們的服務還得到不少市民的認同和信任。之後那100年，無論順境或者逆境，廣華醫院都不負所托，憑一個信字，一切的承諾都可以一一兑现。想听你讲，请不要讲道理，直接的讲，要一生跟我一起。中英文签名不过一串串字，讲得清楚等于讲一个信字。一个信字，为了服务更多的市民，医院就开始自家培训这个护士和助产士。我们计过的了，每8个香港市民呢就有1个在广华医院出世的。我告诉大家知啊，当时就有一个爱情故事，就是有一个后生仔就有一位姑娘相当倾慕，之后他们就在不经不觉间产生了一段似有但未有的感情。有一位姑娘生得漂亮，心地善良，发粉香香，这一位姑娘突然不知去向，很想讲唱，我祝你开心继续试。1922年，有一位女士，她捐出了50580元
去支持廣華醫院施政中藥。後來東華董事局亦都俾呢一位女士感動咗，決定幫手籌募經費，終於喺1927年正式開始施政中藥服務啦。呢位帶頭捐款嘅女善長為人相當低調，咁佢冇留低自己個名喎，只係稱自己做有名氏小婦人。佢呢一種無私嘅奉獻精神，的確係令我哋十分敬佩嘅。他就是你了，活在今天，近在眼前。傳說的他，導人向善，神秘的他，一生奉獻。相似又在今天，掩蓋盛事，但求向善，怎知道留下精彩故事，令我傾心向往，他一生能如夢見。到咗1941年，呢一年係香港人最艱苦嘅年份，當時日本人佔領了香港，幸好這幾年還有東華董事局和街坊的捐款，才可以撐得住這3年零8個月。其實經歷這個艱苦的過程當中，廣華醫院的員工能夠上下齊心，全程留守，不離不棄地撐過這一段黑暗的日子，靠的是他們的一點堅持，一點的特質，一點的執著。平凡是我活着感觉不错，那些年头黑暗处遮风挡雨，平凡没错，总算一个自我，小小挫折小变化不必惊怕，天生我一点真心，一点痴心，一点不服气，别人已退，无言以对，偏与你一起，天生我一点天真，一点不羁，爱拼才会胜，那些回头，得失回头，得失早看透，講開打仗啊，在被日本人佔領嗰陣，由於中藥短缺，日本人就要下令東華同埋廣華醫院唔准佢哋施贈中藥啊。對啱啱起步嘅中醫藥發展嚟講，呢一個真係倒退嘅日子啊。不過時間過得好快，到咗1997年。在國方的努力之下，中醫服務和中西醫結合服務又再次興盛起來了。而將來廣華醫院重建都計劃開設中醫病床，對中醫藥發展來說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好消息啊。漫漫長路裡，哪裡崎嶇怎會知，成事無輕易，路要起步試，万事无绝对，落个谷底登个高，前面有生路，路会一定到。你说你想见望，我百分去闯，路在足下迈进一步，终点一定到，活在当下尽快开步，我哋終於捱到1953年啦。當時打完仗，香港嘅人口就越嚟越多，搞到當時醫院啲病床好唔夠用。後來政府都知道問題嘅嚴重，終於喺1957年答應撥出咗80% 嘅資金去重建當時嘅廣華醫院。廣華醫院第一期重建就開始咗啦。啊，唔該你唔知喎，當時重建嘅方案咧有好多種。但為了保持服務，最後我們都是選擇了逐步重建。這個理念也跟我們接下來的重建計劃一樣，
所以我们很有信心，前人做到的我们都会做得到。各位朋友，在重建的过程中，你要相信我们，相信我们会一起努力，相信我们会竭尽所能去维持服务，相信我们啊，终点一定到。一进一退，十岁只怕进退失据，然后夹硬上勉强，不过比赛暂停，进退要有方向。Maybe I will carry on， 应进则进，应退则退，找对方向，然后豁出去争取，尽管天塌下来。我替你遮盖 Oh baby that's what I want I will carry on。 而广华医院位于闹市中心地带，很多时就是会成为优先提供急救的地方，例如有什么大火啊、严重的车祸，甚至乎最近的南丫岛撞船事故等等，都会有伤者送过来的。而跟住呢一個不幸嘅故事，就發生喺1980年代，旺角發生咗一場震撼嘅警匪槍戰。好唔好彩啊！有一個頭部中槍嘅警察入咗嚟我哋廣華醫院啊！當年憑住我哋一班手足上下一心，各人嘅努力，人心人術，呢個警察佢終於康復啦！佢咪就係我哋認識嘅無味神探咯！警察，一个好汉，英勇光家，一次枪战，肝胆相照，子弹击中，终于倒下了。跨过生死，多了感性，家天放你，他朝靠你，医生警察，一起伴着你。90年代，香港人口老化，有啲公公婆婆表面好似冇咩咁样，但系其实佢哋嘅记性就越嚟越差啦。所以今晚我想借助两位小妹妹嘅歌声，希望能引起大家对呢一个病嘅关注，同埋身边嘅人嘅包容。婆婆忘记数字，婆婆忘记便字。平常那副容貌，大佬却在变迁。平时没有病痛，情形似乎渐进。90年代，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之前有一位姑娘嘅故事呢？呢位姑娘偶然会谂翻起90年代发生过嘅事，佢知道虽然唔系每一个故事都有完美嘅结局，但系都算经历过啊。而呢位姑娘就凭佢一份执着，执着咁一直生活落去。一见钟情。往事没有坚持。
2003年，当年沙士杀入广华医院的同事，就一手一脚处理了全港第一宗沙士病人。当时连病名都不知道的我们，就只凭大家的经验和常识去判断，去处理整件事。好彩的是，医院和邻近社区都没有沙士爆发。广华医院，你好嘢啊！你又一次不负众所托去完成任务，劲啊！一手一腳冇失禮，一手一腳救威勢，一手一腳救威勢。跟住我哋會用一首歌去紀念喺沙士中傷亡嘅市民，同埋我哋醫護嘅同事，希望向佢哋致敬。各位朋友，能够同香港市民一起度过呢一百年，是广华医院的荣幸。过咗嘅，我哋会记住，而且会将佢变成经验，好好咁继续为大家服务。我哋好珍惜大家嘅支持。未来嘅重建，我哋一定会努力。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广华医院，无论顺境或者系逆境，我哋都会同香港市民同心，一起撑下去。
一间文物馆，我哋个个都叫佢做大庙嘅。呢一间大庙里面供奉咗药王神农氏。每年春秋二祭，我哋医院最高领导人都会带领我哋嘅同事祈求药王保佑，希望病人可以快啲康复，快啲出院。呢一间庙令到我哋知道前人曾经走过一段好艰苦嘅路，我哋就系靠呢一份情去团结同埋维系我哋嘅心。正正因为呢一间庙系我哋嘅心，所以喺未来重建嘅过程当中，我哋会重点保育，完完整整咁保留呢一份情，继续一齐去见证广华医院同埋香港嘅变迁。一隊成功的樂隊，當然唔少得一個中流砥柱啦。